另外，伫中埔乡万潭村十四林有一间民宅，后面的挡土墙伫29号风台东港潭空。虽然还未造成土石流，但是后面的山坡已经出现大壁损，包括产业道路也断做几啊节。李万潭村长是烦恼，山坡下骹有20多号的住户，如果若后回雨水继续来，就惊会造成走山，后果将会真惨重。中埔乡万潭村前村长的厝后壁原本分成3层的挡土墙，现在只剩2层，因为第3层已经崩塌无看，而这是康瑞风台大火造成的灾害。迄个礼拜四，迄早8点外，这个挡土墙是对山砖凿下落来，啊，变成砖甲塞个车倒的，水深济了，砖塞出来凿下山，对80米的所在，长甲脆骨骨。啊，所以全部水落了，全规个左右走山出来，啊，甲挡土墙今仔日是走落来，是希望政府讲紧来处理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土头有超5米高的土头，啊，80米长，如果啊，伫迄个所在向上偏落来的话啦，这个力20多号吼，是拢会变受灾吼。随着船长的脚步来到挡土墙后面的这片山坡，三日道路是断成几啊节，离几粒山也拢看到土壤滑动的壁痕，有的是壁深几十公尺，看起来相当恐怖。而厝主是趁着今日的好天气，将壁痕来补起来，佮惊落雨继续来涉水，造成崩山。你山脚个是湾潭十四林有20几号的住户，这个怎做切落左山这个断带落安尼吼？落到厝，我头先讲到80米，啊，伊的下线是太恐怖，你家看哦，亲像这个边啊这啊，这本来是一条阿妈头路，变沙沙，啊，即马规个拢全部拉断，搁下线掉。啊，雨继续落的时阵吼，面顶遐拢有迄个壁损吼，啊有迄个裂痕吼，啊也多迄个地下迄个雨水也渗进去吼，整个造成这个山坡地的这个滑动崩落安尼，吼啊，这是真严重啊。住户有20几户吼，人命吼啊，包括厝财产拢有危险一个吼，这是希望政府敢重视安尼。现在附近住户拢带落心惊惊，佮希望相关单位会使前来协助，佮惊崩山和灾情愈严重。你中埔乡公所日前也前来勘查，但灾情伤过严重，将登报予县府前来协助。新闻新闻，大家发中埔乡采访报道。